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小妹。那今天呢，这一集是街头访问的系列。那众所周知呢，羽毛球在马来西亚算是国民运动吧，相信大多数人小时候都有在篱笆前打羽毛球的经历，对吧？然后每四年的奥运会呢，大家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呢，替李宗伟啊，替还有其他选手啊加油。那包括在2008、2012、2016的奥运决赛呢，大家都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疯狂的为拿督李宗伟加油，然后期盼他为马来西亚拿下第一枚的奥运金牌。那其实大家期盼的是公共假期，对吧？那这里我就不揭穿大家了。所以呢，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在街上随机挑选几个路人，来看看到底马来西亚人是真的热爱羽毛球吗？还是每四年观看一次而已呢？这里应该可以挑选到人吧，那么多人。那我们找第一位幸运之子吧。待会被访问的路人呢，非常的幸运啊，他们会拿到来自 Vismatch 赞助的小礼物，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我的干爹 Vismatch， 谢谢你们赞助，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所以呢，我 target 到两个男生在旁边，所以现在我去问问看他们吧。这位哥呢，哥们呢是有打羽毛球的，原来。Okay. 那想问你几个问题，你平时有打羽毛球吗？一点点哦。一点点，喜欢打羽毛球吗 ？OK 哦。你对羽毛球选手的刻板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印象，铁咯，很 fit 咯。很 fit。想问你一个问题，答对的话我们就送礼物给你。OK。请列出三个马来西亚的羽毛球选手，三个。李宗伟。啊。然后陈炳冠啊，陈炳顺啊，陈炳顺啊，哇，那个谁啊，还有那个谁啊，那女的，那个女的啊，对，那个女的想不起耶。陈炳顺拍档。3 hours later， 对，我换一个问题啦，左手握拍打的球比较好，还是右手握拍的人打球比较好？左手林丹。我以为他答案是有差别没啊！恭喜你答对了，这样也算答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左手比较厉害，难怪我不厉害，我用右手了。OK， 谢谢你哥。有没有对不对？真的。我已经 target 到了第二位路人了，因为他一直看着我，我觉得他很想要回答我问题，所以这是我第二位的嘉宾。如果让你孩子选一个运动的话，你会让你孩子选什么运动？也是羽毛球哦，也是羽毛球。你觉得前途很好，在马来西亚？前途很好啊，马来西亚是羽球有什么的吗？对，每次都有拿有成绩的，一二三名了。所以你会让你孩子去选择羽毛球这个，因为非常的前途。对 ，OK， 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我们就送礼物给你。请问羽毛球的羽毛是用什么动物的毛做成？什么动物的毛啊？我给你选项啦，一狗毛，不是，二猫毛，不是，三鹅毛，鹅毛啊，对，恭喜你，狗毛跟猫毛也太过分了，谢谢你的时间，谢谢。第三位幸运之子，那想问你平时有没有打羽毛球？没有。叫你玩什么 sports？ 我玩 Stephen Curry 玩的 sport。啊 ，Stephen Curry？ 嗯。是你穿这个杰西都十分高利啊。是，可是我打羽毛球。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对的话，就送你礼物。OK。请问世界上球速最快运动是什么？比 F1 还要快？球类啊。球类。认真的球类啊。认真的球类 ，squash 啊什么？哦，羽毛球啊。谢谢你哥，虽然你没有打羽毛球。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想说世界上最快球类其实是羽毛球，那它可以达到差不多491 km/h， 就几乎比跑车还要快了，大家不知道吧？这个是extra knowledge， 所以看我的 channel 啊，不只有很废的东西，还有一点知识可以学到。So do you guys play badminton? Totally no. For fun, yeah. We've been few years back lah, when was my school time,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Means you active before lah in badminton. Yes, mostly I play futsal lah. Okay, so I will have one question for you. If you answer it right, then I'll give you a gift. Okay, in 2016, badminton got how many medal in Olympic? 2016. Can I check in Google?
Can you check? You check. Okay, here I can edit. Yes. You Google first. You faster Google. I couldn't see anything. You Google. 三个啊，大家是没有看奥运会吗？是吧？我其实自己也没有不大确定。他们在找测 Google 2016究竟我们拿了几个银牌？两个 ，three. Okay, oh, congrats. Monkey for you. All right. Congrats, bro. Oh, thank you. Ah, yeah, please, bang. 谷歌 也可以啦，吼。第五位嘉宾看起来他的身材很 fit， 然后就赶紧挡着他。哥，你平时是 gym 还是？没有经常去啦，一个礼拜两三次吧。你看起来很 fit， 你玩什么运动？我是踢球的。哦，你是踢球 futsal。平时有打羽毛球吗？没有。有看吗？没有。李宗伟打的时候？有啊。哦，李宗伟打你才看。没有，退休了吗？不好看了。哦，就没有看了，现在。有啦，李子佳。哦，你只知道李子佳啦。OK， 你对他有什么评价吗？对李子佳，对 ，OK 不错，有进步，OK， 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的话我就送你一个礼物，list 出三个打羽毛球需要的身体素质有什么？哇，你觉得？需要什么？可以给我换一个问题，羽毛球有几根羽毛？哇，我不知道，八根。给你 option 啊，第一三根，第二六根，第三62根，62根，第四46根。第三个什么？第三个62根。62。啊，更多了。第四46根。啊，第四。好 ，OK，congrats，OK， 谢谢你哥，谢谢你哥。OK， 真的，谢谢你的时间。我希望我接下来抓到的是这样帅哦，可以顺便保一保我眼福。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 How old are you? I'm 18. Oh, do you play badminton? Yes. How often? Very often. Very often. You train badminton also? I'm a state player. For Penang. Yes.I have one question for you. If you got it right, then I'll present this to you. What's the placing for Malaysia in this year's Sudirman Cup? Don't tell me you don't know your state player, bro. Sing. They didn't win, mah. They didn't win, but they're still placing. They got a medal, some more. I only watch Li Zijia. I don't watch anybody else. Oh, so you only know Zijia? Yeah. Oh, I don't know. Maybe third.Oh, congrats. Thank you. He's a state player, but he didn't know. I need to watch it. Yeah, I don't disturb you anymore. Thank you, bro. 你平时有打羽毛球吗？最近就开始有打。最近 after MCO? 对。MCO 时候你做什么运动？我有在家里打下羽球。在家里打羽球？打乒乓。哦，打乒乓。然后也是有跟朋友一起去打羽球。你认为羽毛球是我们的国民运动吗？我觉得是。第一，因为李宗伟他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可是他现在退休了。但是有你的朋友，李子佳。原来不是，我以为他讲，因为有我，你懂吗？虽然我退休了。他们的他的亲朋好友在那边等着他，他应该很 stress。不要闪着，第一个问题了。OK。你觉得打羽毛球需要天赋多一点，还是努力多一点？我觉得。努力比较重要一点，努力比较重要，不也是要啊，也是要。我觉得羽球不是每个运动啊，都是三分靠命运，然后七分靠努力。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有点像是爱讲蔡雨芽的，打扰你们的时间。没有，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下一位幸运之子呢，就是他们，因为刚才看他们聊得很开心，然后我先，跟紧你们讲一下，要多讲 ，OK。来，你说。哥，你有没有打羽毛球？有羽毛球。换人，好。乒乓球衣问我打羽毛球没有？有。哇，我建议你可以帮我做 MC 啊，这是真的。OK。表现了，真的是 MC 来的。你有看奥运吗？有。你觉得我们的成绩怎么样？还不错。你觉得有哪里可以改进的？哪里可以改进的哈？哇，我觉得大马的球员素质越来不错了，其实。但 是好的。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可能 exposure 不够多，经验不够多。最重要是大马很年轻啦，所以还有时间去历练呢，所以这个是 OK 的啦。所以让你列出三个球员的话，你可以列到谁？三个球员啊，苏伟玉、李子佳跟那个 Aaron Chia。一点犹豫都没有。哇，谢谢。哇，你们帮我省掉 effect， 我不用上 effect 了嘞，太少的 effect 了，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哥。很荣幸，我荣幸见到你，可以跟你拍个照片吗？可以。
我现在非常纠结，不知道选左边的外国人还是右边在野餐的人们呢。助理，你要选哪一个？采访不了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英文，他们讲的应该不知道什么语言。总之我不会讲，所以我只有华语过英文。所以呢，接下来的幸运之子就是这位小姐姐。Do you watch Olympic? No, totally no. So, do you play sports? Any sports? Sometimes I play badminton or jogging. Yes, because that is mainly sports that always play in Malaysia. They always play.Like everywhere, every corner of the Malaysia. Whenever friends or family want to do an activity, badminton and football always a first choice. Oh, why do you think badminton is your first choice? I think badminton always like easy sport and is common among people, among family to play and with. And improve a relationship, yes, everything. Yes. So I have one question for you. Yeah. If you got it right, I will get you a present. Do you think there's a future for Malaysia in badminton? Because right now we have a pool of young team, yeah. But not a senior one. Yeah. So they are like considered as up and coming, yeah. But still not the top yet. So okay. Do you think there's a future for Malaysia badminton to reach the top?They always looking for a talent. They can like develop it with like a more practice, a more activities with family or the coach, and yeah, they can improve because sometimes the young have like more talent than senior and more energy. More brave, courage. Yes, more than a senior, so they can catch up.With the senior, or they can learn. Sometimes they can learn with the senior too. They can learn the technique, like the tips from the senior, so they can improve more. And I think they can help Malaysia to win the major games. So you believe that Malaysia youngster will get to the top one day? Yes. Alright, that's a very good and inspiring answer. Yes. You got the best answer.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都有看奥运会吗？有啊，你觉得他们打得怎么样？现在的我们的水准也领先很多国家了，领先很多国家，你觉得？不错，比我厉害哟。你们对羽毛球运动员有没有什么刻板印象？身体的强壮哦。嗯哼，啊，如果你羽毛球可以走到更远，可以进国家队，可是你的父母不支持的话，你会怎么样？快去跟他们讨看能不能哦。觉得你浪费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怎么办好？我觉得我是比较。觉得羽毛球能进国家队才有希望啊，就当做一个事业这样。可是如果进不到的话就没有，就可以开始。就是结束啊。啊。哦，就你是觉得进不到国家队，基本上就是结束，没有别的路啊。就可以，可能如果厉害了，就可以当教练那种啊。请说出现在的头号男双。头号马来西亚。现在啊，头号马来西亚。啊，对。啊，谢霆锋跟那个苏伟毅是吗？啊，你是真的认真在看羽毛球，谢谢你，哦、谢谢你，还好还好，谢谢你们的时间。哦，一体半啊，一体半啊，你要多几天也是可以啊。羽毛球有几个羽毛？16根啊。哇，哎，我没有礼物给你啊 ，sorry 啊，拜拜。遇到高手啊，谢谢你们。我想问，如果你的男朋友很喜欢打羽毛球，然后你会支持他吗？就那种下班了过后啊，没有时间陪你啊，然后就出去打羽毛球的那种。不要每一天啊，不要每一天啊，所以还是可以理解的啦。可以，就这一次是 OK 啊。如果他的职业是羽毛球的话，就是他的 full time job 的话，你会支持他吗？会啊。嗯。哥什么感想？没有感想。你中伟在哪一年退休了？请问？16啊，18。三个机会。19。19。啊。19。谢谢你们了。如果你想咩阿咪国手？给我球呀！啊，全国手给我球。有，赶紧拿球。推啊！我是篮球还是羽毛球？羽毛球啊，恐慌。啊，你们推要咩推位呢？受伤。哦。恭喜你哥！谢谢你们。Thank you. 今天的街头访问呢，就在这愉快的结束啊。那恭喜所有的幸运儿们。那这里也特别感谢 We Smash 赞助这些礼品啊。给这些幸运儿们，那从这次的街访当中呢，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而且已经融入了这个文化里面。从小大家
大多数就是接触羽毛球嘛，所以真的是扎根了，已经是扎根了。听到他们那么的支持羽毛球，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前国手啊。虽然呢我现在已经没有打比赛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推广啊，去传播羽毛球的知识或者是教学啊。那希望接下来可以做很多关于羽毛球的视频吧，可以帮助到大家或者娱乐到大家，都我自己是本身非常开心的。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街访的话，我可以做一系列哦。OK, thanks, bye. 我很累耶。